国家交响乐团 NSO 今年乐季最后压轴作歌剧《莎乐美》即将在七月推出。这出由剧作家王尔德改编自圣经、理查·史特劳斯作曲的歌剧，将由 NSO 音乐总监吕绍嘉指挥。这出集性、血腥、乱伦等元素集于一身的歌剧，凡演出必造成热烈讨论，像是《莎乐美》几乎全裸演出的七杀舞，话题十足。公主不顾侍卫阻挡，硬是冲到牢房旁，只为了见先知一面。这是理查·史特劳斯的经典歌剧《莎乐美》。华丽的服装反映了当时十九世纪末经济大萧条前的社会氛围。今年暑假 ，NSO 跟德国新锐导演皮拉瓦奇合作，重新诠释这部经典作品。Probably what's different, I try to direct like if it was a film and not like theater opera. So I was looking for a visual, theatrical, in a way filmical.way of saying the story. 莎乐美故事发生在西元一世纪，西律王抢了哥哥的太太当王后，还把智者约翰关进大牢里。公主莎乐美对约翰一见钟情，主动求欢却遭拒绝。导演皮拉瓦奇说，在剧中莎乐美只有16岁，从小要什么有什么，却被囚禁在宫殿中，所以内心非常渴望自由。这次特地邀请饰演莎乐美超过200次的女高音妮娜·华伦参与演出。She's not the cliché of the erotic table dance Salome, but she's a human being. With Nina, you have the impression of looking of a teenager growing to a woman. NSO 跟莎乐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大家都很期待。